清华大学在台建校60周年庆祝活动，23号上午举行了环校路跑，邀请到了东亚9校28位选手参加。总统马英九也亲自来到了清大，致辞中一并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，也借由路跑跑出健康。特别要注意安全，特别注意安全，不要换跑道，就千万不要跑太快，尤其是不能比我快。比我快的一律以超速才罚。但是一定要保持健康，保持快乐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祝福大家，谢谢各位。今年路跑分为挑战组和一般组，总统马英九随后鸣枪起跑，也参与了一般组的路跑活动。一般组全长4.5公里，环校一周。总统马英九参加的一般组在9:30出发，大约10点回到终点，并颁发前3名奖状给参与的选手。凯波新竹外事连采访报道。